匹配成功。运输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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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来风女儿。哎呀喂。哈哈哈！咋说啊，猴哥，我先你一步。哎呦喂，没有，不对，我先你一步 ，C 哥，我先你一步 ，C 哥，不好意思啊。啊啊 我先你一步，先走一步。你会？哎呦我天哪！我乱斗，我都是杀前三的人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是吗，猴哥？虽然普通的我可能不太行，但是乱斗我是颇有心得，我只能说是。横斗你，嗨，哇嘎大，让你们看看我乱斗之王的实力，看看你的实力吧。五v 五，这个是杀到一定数量就算赢的那个吗？对，杀一百个，谁先杀一百个谁能赢。这乱咒的图我倒着背都行。对面有个鸡鸡棒哎！哎，这个扇子怎么变成那个扇子形状啊？这是随便买。啊？啊，买不了，买不了，现在买不了，现在只能那手枪。三选一，对，三选一。开始吧，冲！走，拿下他们，这还赢不了，真是。先走一步。哎呀，先走。凉透。上上上上上！哎呀，我去！哦，走。没事，赶紧复活。坏了！小的美，臭苍蝇！好好好，嘎了他复活，封锁视野。这嘎了再复活，我还得嘎我这没点到头啊，点到头，哎呀，可惜。点了一爆点呢，爆个灯啊！乱斗还爆点，乱斗还爆点，看你想点。哎呀！啊、爆个灯！地图上能排我。对，他有个那个小亮点，捡那个小亮点。哎呀，人有点多呀。换个灯。三上上。哎，好多点。可以换枪了，都没打死。换枪了。换枪！这是在……哎哎，没用啊！冲刺啊！我还是胜利，哥们，就是来赢的。哎我……哎，他的枪咋跟咱不一样呢？啊，可以换，可以换，可以在那个什么里边换，在这个安全点里边换。OK。哎呦，这风刺这么难用啊，还不如战神呢。子弹有点少。冲！换个灯！封锁视野！哎呀，跳起来了！有点笨拙。敌人里面！换个灯！哎呦，我操，没子弹了！哇，好傻！哎，我还整透视的。化为尘土。先走一步。早。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哎，这个半上有点，我先跳，瞄低点，有意思的瞄低，瞄高一点。上上上！三阶段，没子弹了。第三阶段，哎呀，我来以为是瑞娜。入位，哇，一个狂点。哎呀！数位狂点，谁露头谁死！太猛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哎，没事。冲冲冲！冲冲冲！冲冲冲！
臭小子！哇，他这把我也要这个什么獠犬。点了，受不了了！这个比狂扫我。哎呀，他这什么枪？哎呀，为什么他又有那个枪了？说个灯。啊？他在哪里啊？走，他在对面啊。哎呀，完了！我在家门口堵他。嗨，你惹毛我了！还要打招？我还有自动啊，不是。我他刚出来还有无敌的。有 AK 了，朋友们，有 AK 了。OK OK。哎呦我，怎么还在家门口啊？走走走。不知道。Go go go！ 他怎么还有指？哎，他怎么一直指啊？还有他怎么一直指啊？对啊，他们一直指。那我够了吧？该结束了。哎，怎么老是有人打屁股？不说你能知吗？哎呀，他杀的人好像比较多。我才没，我也没。朋友们，能知，很急，需要你出来吃一下。那我把这个人杀了，给你知，但是兄弟，练鬼炼狱吧。那我的，我的还开大。这复活没？我这个大招，我再杀一个僵尸。朋友们。我们现在是62-84，他们还有16个。朋友们，左边来人，左边来人了。完了，我这点不动。我大招结束了，靠你们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别着急。没别的英雄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呦我操！先走一步。哎呦我操！先走一步。先走一步。哎我。哎呦我这人这么准，这动力牛着，你边打一边走一边把我打死了。哎呵，哎呀，还玩技能，动力牛。哎呀，他们，哎、我是第100个头，会了，可惜了，我的，他们，我们输给他们原因肯定是他们就只打这个模式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们没玩。过这个模式，你们没玩过，再来吧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再来吧，走，再来，他们专门打这模式，我们第一次玩，还行，可以，还可以，一直死，死的就活，一直死，还挺爽的，死又活，还可以吧，哎，换一个，多爽，我也来个半藏，全秃透视，哎，我来个奶妈，匹配成功，你们死了，我给你们复活，我们自动复活，我来先走一步，我来吃一步，完了。换图了，玩了一个图，怎么换图了？没事，这个图我也老熟了。这次我这图你也老熟了吗？我也老熟了。我来这个，火男也行，我来火男。交给我了。这个先走，很容易乱搜耶，因为他那个滑铲，就你复活了没有滑铲，就你跑出去你掏出枪，这么老。那得小心了，他是你复活了没有滑铲，完了之后你要等他底下那个 CD 结束你才能滑铲。哎呦没事，我就当兄弟们，今天我们超粉团办卡还差100多张啊，差150张，在12点之前脸枪我们得给他拿下这些。对面选个英雄那么磨磨唧唧的，一看就打不过。哎呦真的服了，吵起来，两个人想玩一样的。吵起来。能不能来我的瑞娜呢？当心眼睛。今晚打老虎。当心眼睛。今晚打老虎。哇，打这个人等级都好高啊！打这个是不是升级很快？是啊，他们刚好打这个升级很快，马上就十级了。他们等级好高啊！大老虎，大老虎啊！跳起来的叉叉舞。啊，那是这首。是的，那是首歌。走。右、哎、手边来人了。Nice。岩儿呢？哎呦，对不起。岩儿哥哪呢？先走一步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近点，快右手边，
哎呀，我去了！慢动作好。哦，这还不能开枪。手、哎、炮、哦。我以为他打趴下了。哎，收起来，这是谁？车。哎，我的车出去了，嘿嘿。当心眼睛！当心眼睛！是这样的。先走一步，不许。先走一步。哎呦我这老天爷儿！胡哥救！再救再救，吃药呢！啊，这个地图还有药吗？有啊，地上有那个小圈儿。哦，原有药。哦。那我不记得了。坏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有。先走一步。我很没杀多少个人。走。两个眼，哎呀！右手边换枪了，朋友们。怎么换枪？换了，在家里边可以换那个。这个先走一步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撒疯了！闪光弹，枪子弹。哎，子弹没了，都着火了。哎，这个林有好那个那个白白，升起来。回事。哎呀！是我这张。哎呦！哎，我为什么不能吸血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该全人。哎呦我操！右手边有老六。可以治，可以治。没事，我杀了。断蛋癌。断掉了。哎，差了，那边有两个。哎。没机会换子弹就死了。我先去了。哇，猪猪现在第一名啊！芥末牛，芥末牛，芥末牛。这不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偷。换枪了，换枪了，各位。所谓的好了。哎，好了，一枪，哎呀，根本点不住。三个了，宝贝儿。来吧，恶灵！当心眼睛！哎，人太多了，不赢了。哦，这哪儿哪儿？我怎么才大招才50%啊？我好那个。哎呀，我先去了。哎，这枪怎么打死人呢？哎，手心的左边要找。我操！小心火球！哎呀，残血这个人。啊，底下还有旁边。升前走一步。坏了，我打到他们家了。哎呀！回你！全是人！你惹毛我了！我对面。惹毛我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别挡我的路！想得美！五杀！哎呀，谁五杀？五杀截图，你谁五杀？你截图，他就是截图。不是他自动截图的，他自动截的。真的真的。五杀以后会自动截图吗？对啊。哎，是不是有人在玩家？我马上能开支了，各位。在那个门那儿可以直接打到。我直接开支。好好好。好。我呸！这。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了。哎呀，我开支，再一个就死了你。我感觉我杀的不少啊，这怎么才杀15个呢？我也可以飞啦。你可能被 K 头了，猴哥。闪光弹！哎呀，我操！上子弹，走喽。吃个血，哎，这血不能吃。哎，哎，坏菜。这个血被我别人吃过了。好的。主宰比赛！哇，七杀！哎呦完了！哎，完了！怎么又开始打脚了？这幻影真不行吧？冲！狂！哎，怎么那么惨？冲锋！冲锋！最后八个头！最后八个我们赢了，朋友们！电通，加油啊，各位！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对手啊！我可以用 AK。哎呀！你是哪来的？最后一个，赢了！哎，我操！耶！这是哪来的？
我赢了，第一百杀，拿下，拿下了。哦，朋友们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我们第三把就是碾压。坏了，我这火男有点厉害，有点被我玩明白了。差点让我想到了芒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，真的，我有点让我玩明白了。哎，可以啊，那个就是。辅助比西哥多杀一个，可以的。还真是，但是我拿来 AK 之后，我一个都没杀了。不行，人太多了。人。人全都是约还是第四？对呀，我感觉我已经杀不少，怎么才第四名呢？台湾大乱斗匹配成功，真的，我感觉我出门我夸夸一顿杀呀，这生生子确实有点东西。来到了小镇，朋友们，来到了小镇，我们把我们小镇的耻辱拿回来，小镇拿回来，这好，一定要拿回来。回来行，我来把小镇火男拿回来。哎呀，好的。我男有闪，风女没闪，我才发现，他得有闪光才能厉害。我男有闪，当心眼睛，当心眼睛，小心屁股。这把我一定要多掷一个。对面菜，所以都杀的多。不不不不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对面十三级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三级，对面他就再菜，他比我多十级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们还没开十级呢，十级按一个小时算，那就是比你多玩十个小时，十个是的，人生有几个十个小时？嗯，是的，想想吧，太对了，十个小时打你上班，你上班都还得余八个小时，都还得余俩小时，想想，就是太吓人。所以每天玩两个小时，就多了五天，人生有几个五天呢？有几个？人生有几个五天？几个？如果说他每天只玩半个小时，那就要多玩二十天，人生有多少二十天？简直了！想想都可怕。我们能赢真的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。他俩刚才一负一合，我一句话没听进去。就我都不记得他们说的什么内容了，屏蔽了，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直接出了，没关系，鱼越大鱼越小。OK， 发，来吧，鬼妹，嗯，这是小镇吗？嗯，小镇小镇，我们刚玩的那个。哎，因为我们哦，是因为我们变火了。我先去了。哎，这边不知道怎么走啊？传送器坏了。先走一步。我们换边了。换边了。肯定要去高台。就是、哎，我是。哎呦，我这个人，他不要命啊！他。有奶不？没有啊。有。滚吧。怎么？双叶叉不能捡吗？滚吧，先走一步。他就拿着你这个冲锋枪，我来 Q 呢。哇，我有枪了！哎呦喂，怎么还有闪光弹？哦，后面会刷枪，会刷对，会刷枪，可以。有点头了，哥们，我都没打脚了，是打他们上半身。哎，我操！闪光弹是的。你这枪道在哪儿啊？我先去了。来了，还把沙溢。哎，让他拿下！哎，操了都，那么多人呢！哎，右手边怎么上孩子？妖精花球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怎么感觉 ？NB 获得武器。哎，他怎么换枪了？臭小子！因为第二喜欢蹲。好 ，NB 可以直接换 C 哥。哎，你挺能玩嘞！哎呦喂！滚开！当心眼睛！哟！队友都跑哪儿去了？快跑！哎呦喂！这我……快跑！
这把大招好快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吃大招球啊？这个上面，没血了。现在还用不了，这着火了。小心火球！他在你外面，胡哥。哎呀！我那是个喷子，不太行。哎，又来一个。啊、我直接开支。他就我右边呢。守着呢。完了，我一个都没死到。不冲锋，就在那守着吧。当心眼睛。当心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个扛火箭筒的过去了。冲锋！我们也到他们家了。后边，后边，我也是。后边在哪来的？这后边。下一位。哎。完了，这把算什么了？小花子弹。哎，左边来人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屁股来人了。很奇。别打头啊！地上能量球能加大招，我就突然换，我发现，突然换成单点枪了。哎呦喂！啊、比我还阴险、啊，小心火球！哎呦，左手边有个老六，啊！从哪来的这是？怎么打不到他都？怎么台上来一个？啊！他怎么过来的？他是飞过来的吗？哎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怎么过来的。你躲在这里。我的天啊！他怎么跑打？他怎么一直来一回跑着打？哎呦，不能压枪的。提笔再画西游，山外青山楼外楼。先走一步。能吸手雷？闹够了吗？赶紧。闹够不？该结，闹够了吧？该结束，结到一半，结到一半，确实结束了。结到一半，升起来，哎，是我的，飞过来的，成功的，我的大招好了，直接开支，空单。哎呀！再点一个，再点一个的。四个了，打造一下。上天中心能量球，出来比赛。我先去了。哇，C哥，七杀。他们走不了了，他们走不了了。八杀，C哥，我就在这儿了，我看谁来。嘿嘿嘿嘿嘿，走不了了，他们。OK。我明白了，我得一条命杀多个人才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一次不死。好的。哎呀，家里右边，这没打着头吗？我来帮你，猪猪。好好好。我也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拿下。我要抢下最后一个第100个人头。哎呀！哎呦，出来，老头就是。哎，我第一百个 ，OK。哇，是猴哥完美。不期待去。他压枪压到后面的子弹猴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就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。我们这超级粉丝团办卡任务差150张，兄弟们。嘿嘿嘿，怎么说？差150张，来150个兄弟给他拿下。来150个兄弟，直接给他拿下，行不行？这我玩头昏昏的，玩匹配成功，感觉这把结束我没。行是不行？哦，错，纠正你一下，是10杀，一人一个10杀吗？150个，感谢用户131的办卡，给用户131拿第一就送，那你不如直接右上角点叉，好吧？这些英雄慈物黑豹不想送可以直接叉。还被用过一次。坐稳看好，交给我了。我们这阵容跟刚刚乱斗没啥区别。这些放放放啊！乱斗一模一样的阵容。该
真是。这也是决斗嘛？那就决斗吧。感谢沙沙豆懒沙豆，谢谢懒沙豆的七个办卡、啊、谢谢懒沙豆，你还是点不开，谢谢忒平安的办卡、啊、感谢 Joss 和浮生若梦繁花尽落 The Sai 这么有 The Sai 他140刀，兄弟们今天最后他140刀吧。猴哥，我们是猴哥咋的了？我们在猴哥，我们这猴哥能单杀对面的，这没有惹赛呀、啊？惹赛是吗？是的，小小惹赛，可笑。小小惹赛，可笑。不是，我们不是那个啥了。对。不是了，哎呦，看看哈。极速减慢，猴哥。怎么又是这个图啊？直接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眼睛，我直接买一个闪光弹。生生子怎么让我的刀变成扇子？你要换上吗？升级。你得升个级，升级就扇子了。哎，一枪啊！这个子，一枪给我打没血了。我上来 A 了。我操，这惹赛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听都听不清。武功。这俩都残杀。我这招。我记得这一招，泽赛进 B 点了，泽赛。哦 ，nice， 猴哥，我这反应 B 点下包了。爆能器已部署。啊，按歪呀、啊！跑出去了，两个都跑到 A 点那边去了，跑到我们家那边了。A 点。好。A 区有敌人。朋友们，一个拆一个打呗。哎呀，一个拆一个打。一个拆一个打，还剩一名敌人，不 nice， 身后屁股，我不管了，最后一人，我就硬拆 ，nice， 好，好，拆一半，你拆的这一半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很关键 ，OK， 这行了，哎呦，妈的，让这惹赛臭小子蒙的，给猴哥一枪头，给我一枪头，他还在走路呢，臭小子。试一下这个墙。哎，放这儿不是更好玩？滋他们！先走一步。这么高不？中路吧。爆能器落在中区。咱玩这么高端，这现在在玩极速，整这么高端。我倒了。门外吧。门外面，他是个手枪空珠，你扔个眼直接拉出去打他。那，哦，啊，人有点多。三个人。好，我一个没有打到，我被什么东西闪了？他这是什么眼？去中路了吧？可以换准星，我就不换了。哦，在。哎，中路下包。生生子，你这个准星行啊？已部署。我在那发歪歪给你，好的 ，nice， 猪猪的，别来歪歪，应该在中路，等一下，下班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办卡差140刀，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，这马上就结束就没了，啊，假的，左边 ，Saki， 对，还剩一名敌人 ，nice， 可以直接冲，最后一个在身子那儿，啊，就你看，没事，我猜，猛猜。没事，拆掉了。没有，就这样我没打过，但我还是赢了。躺下吧你！伤害了我，躺下吧你！会报应。这些猴瘾犯了。来把狂徒吧。远行，复制档案。幻影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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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滴滴滴这个怎么把这个滴滴滴发到歪歪啊？这个准星。你点那个导出。当心眼睛！啊！你在中区，闪光弹。A 下个脚步声。滴的那一滴导，打着好了。A 区有敌人。
爆能器落在 A 区，解封里有个火拿，还剩一名敌人。在吃的，在猴哥这儿，在我这儿呢。猴哥，我把准星发在 YY 公屏，好嘞，你直接导入进去就行。哎，你的声音到，还是这个好吃。攻防转换前最后一回合，最后一把，什么也没用，把钱都花掉吧。OK。滴答哩滴刀刀，滴答哩滴刀，滴滴滴滴滴滴滴嘟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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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滴滴滴滴刀刀，滴滴刀刀刀刀刀刀刀，滴滴刀刀。我瞧滴手 C 点，他们大概是和平主义者。不对呀，曾生子，你这个。对吗？嗯，想玩是吧？我奉陪。第三个，他们给你啥？来了来了。对，第三也不对呀、啊。又叫 A 点好多 ，A 点 A 点吗？啊，那他们那个小窗口有一个中路。啊。爆能器落在 A 区。哎呦，没事，你的队友来了，好多好多，三个。哎，对了，用完了。哇、wow、哦，美美甲的，哎呀。爆能器落在 A 区，还剩一名敌人。爆能器在 A 区。Nice， 猴哥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了。攻防转换，好的，完全明白了，我已经。我要改掉见人就开枪这个坏习惯，我一定要见到人，首先第一点是什么？瞄到他的脑袋顶上，瞄准。哇，对，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但是我每次见到人，我直接就开枪。不行，下回，下回我见到人，我先停一下子，我先往他脑袋上挪一下。先瞄头再开枪，这个道理我也懂。哇，这个黑子还挺好看的。我来高速通道。滴答嘞滴答，滴滴滴滴答答。等我上去。干他们！我先去了。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呜 ，A 区有敌人，想走，门都没有。下一步解破。哎呦我，上子弹，换子弹。走，我们进点。太吓人了。我先去了。当心守门，点空了。好，下包。哎，我是鹅扇，小心鹅扇，在那个小道。在这，我在这。紧急部署。小道是哪？啊，不是锦家。小道是这。哎呀，大量好多。朋友们，完了！哎，从这扫不到我。A 大来了 ，A 大 A 大。又一人，没办法，被扫到了。这怎么晒？朋友们，包在哪？就在这儿呢。我在看，我在看朋友们包下哪儿了呢？我在看，包不是左前方啊。是的。你的瞄准呢？我还没等瞄呢，就给我杀了他。还没瞄准上呢。啊，还没瞄上呢，他就给我杀了，我怎么整？你说？要不咱们别去 A 点了？我也 OK， 我们 B 点你放个墙，咱们直接往里冲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也行，那我们买怎么说、啊？也行 ，OK。雷劈冲冲冲！直接高速通道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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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咱们走左边，哎，还有当心手雷。对对对，我就放这个去。下包，下包。我下回。哎呦喂，你真是摸得真快，德赛啊！上路都摸到这中路来了。Nice 啊！他会从对会从这来。小心火球！他来了，他已经来了。那我看中了。我觉得他怎么有 AK 啊？下去，对，就是同住你右边有人啊，洗了，他已经洗了。OK， 先走一步。哎 ，C 大 ，C 大，哎，那个阁楼塔楼塔楼、啊。哎呀，小窗户。我的大招好了。跳什么？拿下！跳什么？跳！攻击开始了。这好耶，这么做就对了。不知道咋爆点。气死我了！那个人从我面前走了两秒钟，我没把他头给他点爆，让他跑了还。生气是正常的了，猴哥。白云。多少？一博一十八分。
一波一十八分，滴的滴的掉的，怎么级数全是这个图啊？不知道，没有这个图，我怎么？哎，但是比霓虹钉强，好玩哎。对，打了一天这个图，比霓虹钉好玩，霓虹钉玩。咱玩霓虹钉就没赢过。我来一把奶妈，也是不退的盾。来一把滴滴道道。今天还差130张办卡，最后一个小时了，我们真的需要完成一下任务了，兄弟们，130张办卡。哎，不过这个瓦洛兰特这游戏我确实是玩不太好，真玩不好，比 CSGO 还拉，真的，真玩不好。谢谢闪耀幽俊少女，怎么你滴滴到那个什么吗？哎，说比吃鸡还菜。滴滴滴滴道道。